最后一回合，第三回合一分钟，李彦宗加油，请出题。失恋总是令人心碎，心理专家建议，当开始想念前任的时候，怎么做可以修补你受伤的心灵 ？A. 列下前任的缺点 ，B. 回想分手的过程。我的答案是 B， 锁定。回想分手的过程，好像就是用一个冷静的逻辑去评估为什么我们不合，那些过程让你现在不会再一时太想念你的前任。那有的是被分呢？哇，那就哭啊，跟同事。来，继续。为什么会这么痛，而且很容易藕断丝连，总是忘不了那个人？就是可能因为你常常都会想起你们过去美好的回忆，那些记忆可能会让你更离不开他。但是要教大家一个呢，分手可以最快脱离的一个绝招，就是呢，你要在手机或者一个记事本写下列条、逐条，写下你所有觉得你跟他不适合的点，他最容易恼火你的地方，以及呢，他跟你再怎么样，你都不想要再回头的那些原因，可能是很小气呀，或者是不积极呀，或者是他爸爸妈妈曾经阻挠你们啊，只要每次你怀念他的时候，就马上打开看完以后，心都冷掉了，你就会比较容易走出分手痛苦。哦，好想念他哦！以后想要他，永远制约都就在出现那十条，真的爱不下去。你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事？感觉为什么可以讲？哎，你常在做一些解释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很专业的，有点情绪，很专业的感受，太情绪了，这个很鲜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八成做过这样的事情。Sorry 咯 ，It's OK， 大力先转移。哎，其实这样聪明，真的没有归零的风险。对，哎呦，我的20000多块的礼物很少啊。Look 准备再弄个20000，气死他们来。好，给我，请出下一题。人工智慧公司调查了民众对情人节的意见，请问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最有庆祝的意愿 ？A. 18到23岁的人 ，B. 40岁以上的人。除非有陷阱。我答案是 B， 锁定。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最有庆祝情人节的意愿？你不觉得是 A 哦？我 A 吧，反其道而行。你干嘛反其道呢？你要赢哎！他说，你想反一下逻辑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40岁以上的通常都比较务实哎，回到生活面，可能就觉得天天都是情人节，感觉又很有道理哎。因为40岁以上的人通常可能就是经济啊、时间上都比较有比较稳定，对，而且可以都是可以掌握的范围比较多一点。对，也许可以提前安排嘛，就是好像也是觉得。认为他答对的举手。40岁以上的人最有庆祝情人节的意愿。哎呦，吴月琴跟郑伟业他们就不认为。吴月琴说话，我个人觉得40岁以上的人，就是我那天情人节的时候有去买花，然后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年轻，就是那种高中生18岁到大学生，大家都在买花，所以我反而比较少看到40岁以上的人出来，对啊，针对情人节这件事，是吧，郑同学？对啊，我也觉得，就是18岁到23岁刚好在读大学的这段时间，所以，除了读书以外，剩下是年轻人特别在意情人节吗？很在意，大学生，对，大学生哦，如果过情人节的时候没有买个礼物送女朋友，没有任何表示的话，对，一定会生气。请揭晓。好，很多人都以为说年轻人才爱过节，但事实上呢，你反而年纪越长越在乎仪式感，就是在节日的时候呢，平常都太忙了，都没有好好庆祝，节日总该表示一下了吧？反而呢，是18到20几岁的年轻人呢，他们会觉得说没有庆祝情人节的习惯，反而呢，如果呢真的很相爱，每天都可以把它过得像过节一样啊。Hunter。没有提示的情况下靠你自己啊，可以，你自己小心啊，安心上路，请选择。5号是归零哎，我真怕你就过去了。还好。4000。
25秒，剩不到两题喽，一个不小心，请助理。日本针对有养宠物及没养宠物的老年人调查，请问家里养宠物对老人家有什么帮助 ？A. 降低长照保险花费 ，B. 较不需要别人照顾。我答案是 A。锁定。为什么可以降低长照保险的花费？就想说应该他就会有人陪这样子，然后就可能不用特地花钱这样。哦，家里有老人家就丢个狗给他养这样。嗯，会比较好，我觉得可能身体的状况比较好吧。对，降低长照保险的花费，请揭晓。这能够有一个陪伴的感觉，哎，你应该没有想到，居然连长照的经费都可以下降哦。因为呢，根据日本的这个调查，有养宠物的老人平均每个月花费在长照上面的费用是155元，但是没有养的要花到330元，几乎是翻倍的。那很大的一个原因呢，是当你有了一个宠物，你的心灵上面呢也会比较平静，那可能也会比较有安慰感。所以呢，当你的心理呢是健康的状态，身体也比较连带的呢是比较健康的这个因素哦，所以呢就比较不会用太多的长照费用，但是呢，家有长者，无论如何都还是要花心力去多加关照的。只有20000可以，20000在哪里？知道，请选择。哦，10000元，哇，就在隔壁。26000元，潘宇文、倪安东，恭喜五岁。来送给这个耳朵怀孕的兄弟什么礼物？好，要送给你们礼物呢是万波 TIFFO MAX 智慧投影机组，小而不凡内建 AI 自动对焦、AI 全自动校正，还有 AI 智慧语音三大旗舰功能，具高明亮度16G 的尺寸空间，超旗舰级的处理器，适合年轻人的投影机哦。送给两位。运用你的智慧，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，才能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命运。不要了，周六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请准时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